咱背对背对背吧，好吧，背对背，来来。哎，这样这样站着，我们两个谁个子高一点？我们今天的战斗口号是放轻松。我们加油，让他们紧张，放轻松。我希望这就是原创这个节目，所有人都牺牲，最后的冠军是汉晓。我心里是这样想，因为我跟他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。但今天看到汉晓在台上表演，旁若无人，那么自信，写的歌又那么高级，我觉得看到你今天长大了，真的很开心。长大是件好事。长大是件好事。是个坑。坏的，是坏的。你很厉害，我发现你很厉害。希望大家把票投给袁熙。所以说，长大不是好事啊，都变成老狐狸了，说话藏着刀子。我就说一点，我不认为酸甜苦辣都是好的，我认为这是弱者自己的心理暗示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在成长中失去了很多东西，这是我们歌唱的，就是比如好奇心，比如想象力。我们随着年龄大失去了健康，所以我们讲到这些东西，我们觉得我们失去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好事，这就是我们想说的。可是我们拥有了爱情。还有什么比爱情？小时候也就能拥有爱情啊，我又不说的三岁。